湾配真方便。放慢了脚步，不疾不徐地在屏东胜利商圈里回到了那纯真朴实无华的眷村生活年代。社会转变的速度远比我们想象中还来得快，但不变的是历史始终代表着岁月最真实的样貌。我想我会期待我们再次再相见的。屏东胜利商圈